最后面哦，还没玩完第三，所以应该待会还要中途调一下声音，因为第四章还没有调过，因为它是分开的，所以每一个都要分开调声音。然后每次它一开始的时候，它的声音都超大声，所以我要重新调过，所以待会可能要稍微调过的时候，那个情况就有关系。好，一个七个记录档啊，那时候应该是。他去找神父，对不对？有点忘记了。好大的教会啊！喂，你说那个神父怎么样？不知道。你说什么不知道？真亏那家伙还真的能把药给你啊！我稍微花了点力气，我想也是。不过那个人是不是有点疼爱扎克呢？太吐了啦，吵死了，别说那种恶心的话啦。所以我要去找在这里。电梯没有启动。大哥，你哪会安尼啦？这现在是要怎么样？管风琴上的话被燃红，就算按下琴键也没发出声响。所以我现在就是。全部对话分开，跪着你似乎没有想要找的东西，没有反应。这个好像是用来启动电梯的控制板，拉下控制板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哇，我觉得我才刚开台没有多久，我就要重新调了。接着是 B1 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好意思讲到英文的。好，我。啊，等等！哎，好像没有，好像还有一段剧情。那扎克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什么？我可以问啊？你不问我知道？也是呢。扎克，你的烧伤是怎么了呢？你问那种事是想干嘛？也没什么，就只是有点在意而已。那可完全不有趣。嗯，不有趣也没关系的。在我还是小鬼的时候，家里的男人在我身上点火了。虽然我不太记得了，应该是生下我的女人的她身边的男人吧。关于那个男人，我只记得我曾经咬住他，然后把他的肉给咬下来而已。那个人男人应该 是想杀掉我的，但真不巧，我好像怎么样都死不了啊，大概是怕了吧。结果生下了我的那个女人就用布把我给困起来，然后又花了点钱把我丢进那个像垃圾一样的家了。是吗？就是这样。怎么样，满意了吗？嗯，怎么样啊，觉得有趣？不，并不怎么有趣啊。不过知道烧伤的由来了，所以我满足了。该怎么说呢？我一直很想了解扎克呢，所以你问出来真是太好了。是认真的吗？嗯，是。嗯，那能让你知道就好了。嗯，对了，还有。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扎克，你还是想从这里出去？啊，你在说什么？那是当然的吧。如果不想的话，我哪会这么拼命呢？是吗？那就好。你还真是个怪人啊！我先说好，我说的话里面可没有任何谎言哦。
是这个蓝月。那样呢？什么东西？这个，那个，其实，喂，所以你想说什么？什么事也没有。啊？那是怎样啊？对不起。我忘记刚刚想说什么了，振作一点好不好？还有一层楼哦，别在那边秀抖了。被打头了。你看，我们就快到地面上了，走咯。嗯。说不出口，果然还是说不出口。因为扎克他说讨厌骗子，因为神讨厌污秽之人。如果被他知道我一直隐藏着自己肮脏的双手的话，他一定会讨厌我的。我已经没办法对扎克说出真正的话了。这里是怎么样啊？这不是家里吗？好像有血迹啊！所谓的神，讨厌说谎之人与污秽之人。啊，该怎么办？原来是这里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我原本在的地方就是这里。是连到这边来了吗？等一下，扎克，等一下，不行，求你了，不要进去，不要看那个房间。好，开台没多久，我们就要开始跳游戏了。我们看一下 ending 吧。要去调那个游戏的声音了，不好意思，声音可能会稍微有点大，所以贴心提醒，请记得把声音关小一点点，因为可能会稍微有点大，然后待会我开始说话的时候，你们再把那声音调回来，把声音关掉，然后再重新开，因为那要从外面开才可以，好。全部关到完了，刚刚。好的，现在画面好，画面已经有了，没有问题。那现在是第四章，有操作说明，不重要，跳过。初步的天使，这是最终章了、哦，除非他之后又再跳出一个第五章了，不然这个应该就是最后一个一章了。等一下，扎克，不要去那里。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得想办法。但是，
喂，瑞姨，你在干嘛？真的就像个家里的里面了。嗯？什么？居然是我操控扎克，那你对号看看，点点点，喂，你干嘛啦？干嘛露出那种脸呢、啊？你累了吗？他没有说话，电灯点不起来啊。应该不用特别去点些什么。哦，我的发，这什么？这本小的要命的书是什么？哇，反正我也看不懂，无所谓吧。伤口全是缝痕啊！啊，这手是布偶的、啊，嘴和身体紧紧缝在一起了，这是人偶吗？扎克，快出手，扎克！因为不知道有什么东西，你不要随便去碰吧。啊？扎克，快出手，扎克！从刚才开始到底是怎么样了、啊？是怎么事到如今还会怕这种东西、啊？啊？什么嘛？原来是尸体，真恶心啊！扎克，那扎克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求求你，杀了我，快点杀了我！喂，你这么突然是怎么样啊？求你了，快点！你在说什么啊？在这里杀了你的话，接下来要怎么办？我们都还没出去外面，而且我想杀的不会是露出这种表情的你。但是这本书，对的，这是圣经，所谓的神。讨厌说谎之人与污秽之人。求你了，扎克，快点杀了我，趁你什么都还不知道。求你了，把现在的我杀了吧。求你了，如果你是我的神的话。喂，开什么玩笑啊？振作点。居然让他躺在那个地方吗？他也把那个尸体丢在旁边。这家伙是怎么样啊？怎么突然就倒下了？是累的吗？那倒也蛮怪的。但是怎么会突然那么慌张？样子也变得那么奇怪。啊，可恶！一到这里之后就摆出了一脸绝望的样子。都到现在了，就算那家伙露出那种脸，也不有趣。他说的神，我的神，是指我吗？啊，这到底是怎样的？心里好不舒服。那你为什么突然掉出一张纸？啊，这蛇从瑞姨的包包里掉出来的吗？看不懂。啊，看不懂啦。不过这上面有贴脸的照片，所以这边是我的，那边是瑞姨的吗？对照这几个字数的话，老师看得出来啊。是说，那家伙果然一脸阴沉啊。什么声音？走路声吧。是这么说来，还没找到丹尼那个混蛋。这声音是从我们来的门传来的吧？等等，然后看一下东西，我们再去看。与其说是脸色苍白，倒不如说更像是脸色发青吧。没办法了，就让他稍微睡一下吧。手是用布偶接上去的，真是莫名其妙的尸体啊！这里是从这边传来的。
我的个，啊，这就是这个玩偶玩具在发出声音的吗？啊，竟然直接把它破坏掉吗？不愧是杰，不愧是扎克啊！真是的，明明我已经够烦躁了，还有这个来让人误会。啊，太好了，成功把你赶出来了呢。不过你也真是的，可不是什么东西都靠破坏就行了。嗨，扎克，别那么用力敲门嘛，这样可会把睡着的瑞吉尔给吵醒的。丹尼，你这混蛋！可惜，就算你的蛮力也打不开的哦。这一楼层的门可是比看起来的还要更坚固的哦。喂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快给我打开啊，丹尼！说的也是呢，扎克，我是能打开门的，但还不是那个时候啊。哎，瑞吉尔，啊，你能不能早点醒过来呢？喂，你要是敢对大家我做什么，我就杀了你！说那么难听嘛，扎克，我是不会杀死瑞吉尔的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凑齐需要的卡片了，我不只能保证瑞吉尔的生命安全，也有通往这个大楼出口的方法。啊！我说啊，扎克，你就让那不管用的脑子好好听我说吧，毕竟你可是个连文字都看不懂的蠢货。我这么说可是给你提示。以及对你伸出救济之手哦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傻傻的待在他旁边，甚至你还被他当成神了呢，你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？混蛋，你别在那边说一大堆恶心的话，要说的话就再说的好懂一点啊。你就去了解他的一切吧，这一楼层就是他本身。你就从这一点好好想想看吧，真正适合他的究竟是什么？根据你的选择，我也是可以把你从这里放出去的。当然，只会放你一个人哦。是怎样啦？你这样完全不算有说明吧？喂，快起来啊，瑞奇瑞！他只能藏着宝石睡着了，藏着宝石，直到你明白为止，他都会一直是这样的。喂，开什么玩笑？别再敲了，可恶！要我去了解那家伙，意思是有那么重要的大秘密吗？像是神，或是那家伙到底怎样？啊，光是想也没用啊，反正只要到处破坏一下，总能找到什么吧。总之，也只好先从这边绕绕看。为什么门被打造的很坚固，比圣洁上锁？啊！哇，我的发！今晚是什么什么？今晚你实现什么？我的发！我刚从没看到哎、欸。这边我待会，我剪片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把慢动作放一下。嗯，难道是锁？但是我没躲开的话，不就被射穿了吗？是不是什么？我还是没有看到。我的妈！什么东西？这里是怎样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些不都像是为了杀人而来的吗？啊，可恶，麻烦死了！天哪，这我不知道又是疯狂记录了。这什么啊？这是啊，白色的板子吗？这上面好像写了什么像是文字的东西啊，看不懂。不过还是先捡起来吧。得到了离开板。哦，这个我还大概知道。好，这边，我的妈，这里的地板嘎吱嘎吱的。什么？那也安内啦，这个什么鬼啦？天哪！我西呀、啊，
怎么有地洞啊？好痛！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吧。坚固的门已经被上锁了，而且没有门把，在门的中央突出了一个像是能挂出什么东西的木板木棒。啊，这门要怎么打开啊？应该就是把这个，不能用在这里。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坚固的门已经被上锁了，而且没有门把，在门的中央突出了一个像是能挂上什么东西的木棒。啊，这门要怎么开啊？怎么讲的一模一样的话？我天哪！不能用在这里，这个也不能用在这里。我太早按了，再死一次。我的妈妈咪呀，二级啊！阿哥，我在干嘛？哇，咱们挨堆！天哪！天哪，这是鬼！好多番茄酱，水没流出来，手都没有，不需要开火，手都没有啊！啊，摔破了！啊，摔破了！呵呵，天哪！啊？为什么这里放这一块披萨？这还能吃吗？吃不吃？这种披萨谁会吃啊？妈，虽然我是有点饿了。我有点想吃看看咧，可恶！吃看看。好辣啊！哈哈哈！竟然把那个东西，可恶！好辣，白痴哦！这什么鬼陷阱啊？这人性格也太糟了吧！所以真的要吃哦，那个室门还有地下室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上面还没看完，超硬的、啊。不管是推还是拉，或还是敲或踹，全都没用啊。是有上锁的吗？可恶，又要找钥匙了吗？麻烦死了。所以我还一定要吃那个披萨，我的妈呀！我嘴里超辣的，又超痛的，又超烫的，这披萨到底是怎样啊？打不开，而且还够硬的，是怎样啊？这一层的门全都是用铁做的吗？我只能走这里。哦，这里有东西。哦，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啊？真的假的、啊？先不要，先不要好了。虽然转了水龙头，什么也手都没流出来啊，手都没有啊。这是洗衣机吗？这要怎么打开盖子啊？怎么都没水啊？有水了，装满了水啊，但是都浑浊了。所以我真的得把手伸进去哦，我的爸。啊！可恶！获得的钥匙。天哪，好恶心哦！真的假的？居然有钥匙？把东西放在这东西里面的东西，是脑子是有毛病吗？手的触感超恶的，好想洗手啊！你要洗这里吗？水管好像都没出水，有水的就只有这里吧。虽然苦浊了，不过多少比马桶水好吧。啊！啊，好痛啊！我被什么东西咬了吗？到底有什么东西的？啊？怎么有鱼？真的假的啊？不过是只小鱼，还牙齿那么尖，太嚣张了吧！鱼是要让人来吃的，才不是人被 要被鱼吃啊！这不是害我满手都是血的吗？
那是比刚才的马桶水来的好点了、啊，走吧。这些鱼长得还真让人不爽。照镜子，鱼没水。等等，先看看。我不想用这个钥匙。门开了，这可以下去吗？只能下面啊。我只能选择下去呀、啊。又是个奇怪的地方啊，好烦啊！居然还有什么地下室？说到底，这里是会有那家伙的什么、啊？你怎么还想不通呢？居然有狗，有野兽臭味，里面有什么吗？在门的后面感觉有野兽。这里没有东西。我的妈！喂喂喂，这狗还真大只啊！这里到底是怎样啊？你们是肚子饿了吗？满嘴口水，很脏啊！喂，要咬我的话，我可会打回去的哦！不想被打趴吗？那我就杀了你们！我的妈！被咬，没看。等一下，我现在不知道我要怎么。这一箱子不过是狗，我怎么可能拔腿就跑？等一下，还是我要怎么打？我要怎么打他们？咬什么咬啊？哦，原来我一定要被咬了。喂，打在那里的话很挡路啊。又要来大，过来大干一场是吧？我知道了，直接砍下去，好丑！哇、哦，动保协会要来了，我的妈呀！真是的，不但占掉我的时间，而且被咬到的地方有够痛。说到底，为什么会有狗啊？在这一层楼的家伙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你知道在这一层楼的人是谁吗？什么？这一层楼就是瑞伊本身？到底是怎样啊？意思是在这里就能了解那家伙吗？完全不能对话。我前面有些什么啊？这个好挡路啊！地板有几个残缺人头，真是做放满废弃物的恶心的小三啊！全都是玩具，这个也锁住了吗？是要怎么做才能打得开的？啊！可恶，我不懂啊！就算要我去了解那家伙，我脑子又不好啊！不但盒子打不开，这个房间也让我搞不懂。再说，这里根本比我的房间还乱嘛！给我好好整理的好懂一点啊！可恶，只能去其他地方找了吧。得在瑞伊醒来之前，想办法回那个房间，解决掉眼球混蛋才行。残缺。花的味道好恶心。那不能扔在这里。天哪，踩到什么东西的？可恶，又是什么机关呢？哇哦，开什么玩笑啊！居然有地底洞，这里到底是怎么样的家啊？在这个楼层的家伙到底有什么毛病啊？糟糕！要是不小心点的话，感觉木板又要裂开了。下面要是掉下去的话，可不是说这玩的。啊，可恶！你还是得再慎重一点才行啊，扎克。啊，
居然是这一家这个人啊。不过我也有预料到会演变至此。吵死了，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没什么的，我只是觉得这么简单就结束的话会有点可惜。不听我的忠告还将小刀对准我的那名伤员瑞吉尔·加德纳，现在正和丹尼待在一起吧。而现在你则是因为想带回那名少女而在行动这吧。那又怎么样了？是要你是来干嘛的？扎克，你也变得会这样感情用事了。是有哪里不对啊？你别光在那里笑我啊。失礼了，我并没有看清你的意思哦。所以你到底是想怎样啊？不，我只是想明白到底是什么才让你变成这样的。变成这样是指怎样啦？我就是讨厌你们 这些不把话说清楚的家伙了。在那其中你最让我搞不懂到底是怎样啦，给我好好说明啊。说的也是啊，扎克，不符合和你进行负责的对话，那么我就稍微说明一下吧。在我的儿时年代，我亲眼目睹了信仰这神明的人们，那既是美丽的，也是盲目且丑陋的。有些时候，人们把神作为用来谴责自己不想顺从的事物的道具来使用，并且擅自的将神像拿在手中挥舞。我总是对此抱着疑问。看着这样的人们，神究竟有何感想？这样的，你就不能稍微安分点，好好听人说话吗？你的确很坦率，但也欠缺思考。吵死了！我明明叫你说明的更好懂一点，结果这下又完全搞不懂了。那也无妨。总而言之，我指的是，我就是想作为神的化身，站在神的观点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这栋大楼就是为了测试而建造的，像是微型庭院般的东西，被放置于 B7 的人，也就是观察对象，并且为了给予试炼和降下制裁，需要天使的助力。于是，适合的人物便是对杀人仪式丝毫不抵抗的人：丹尼、艾迪、凯西，以及你，扎克。只不过，你，我认为你或许和其他人不同。你是太过无垢并且无知的人物，除了杀人以外什么事都不懂的纯粹的人。正因此我才会想让你维持着天使之姿。但是扎克，你现在违反这里的规则而成了国际品，还试图离开这里，那又怎样啊？果然是想杀我吗？所以说，你给我听清楚，并不是那样的。依我看来，本应只是想自己离开大楼的你，现在却像是想和瑞吉尔·加德纳一起离开。因此，我想了解那原因为何，也就是我的观察对象已改成了你们啊。不管是怎样，我都搞不懂啦。现在你就那样不明白也无妨，我也不认为光凭言语就能让你理解。
而且毕竟我的观察还没结束，那解答仍未揭晓。你是说你全都看到了是吧？啊，神父先生，我的确是这个意思，不过若是让你感到不快乐，我道歉。无聊死了，就算你道歉又有什么用啊？这么说来，对你来说，要解开丹尼给你的问题是不符你的性格的吗？就稍微让我给你协助如何？啊，真的假的啊？是啊，毕竟事情无法进展下去的话，可是相当无趣的。当你无法以智力解决的时候，我就能给你些许的建议。与此作为交换，你得让我继续与这双眼确认你们的行动。你们会如何走下一步？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你们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想目睹这些。知道了啦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扎克，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吧。你被瑞吉尔加德纳称为神，感觉如何？怎么一个接一个都这样？感觉很恶心啊，是吗？我说啊，怎么了？你不要老是说一堆很难懂的话，就我看来，全都让人很烦躁啊。你们所有人在我看来都像白痴，是吗？存档什么都没有啦。大话，喂，什么事？你干嘛在那边？什么事啊？我要怎么做才好？说真的，我已经搞不懂还能干嘛了。一堆打不开的地方，而且我也没钥匙。带这个东西也只有板子而已啊。扎克，那是一块普通的板子吗？啊？我是知道上面有写字啦，但我看不懂。那上面写着人名啊。人名？扎克，你得把那块名牌板挂到名字主人的房门上，只要去有印象的地方挂挂看就可以了，那便会产生反应了吧。总之我随便挂就行了吧。是啊，那样也可以。我还是先告诉你，那上头写的是男人与女人的人名，大概是一对夫妻吧。我哪知啊。待会要去开房门的，喝个水。弥漫着野兽的气味，臭死了！不想进去，不想进去。上去。我记得我们看到那个可以挂名牌的，就在上面。对，就是在这里。不存档，我觉得我会随时掉下去、啊。是要把这块名牌本挂上去吗？什么事都没发生啊！也就是说，这房间的主人不是这块名牌本上写的家伙吧？在房间挂上主人的名牌板是吧？是要在这里挂上这块名牌板吗？门开了，把这个压进去就进得去了。是谁的房间啊？不就是只是个房间吗？你这个床看起来超违和的好吗？
各位观众，请看看这其他东西跟这张床是不是超级微妙的那个感觉，超大的床啊！啊，这个植物的叶子是用布做的，应该是这里吧，因为这里只有亮有亮的东西。小箱子里放入了小钥匙，这样就能开那个地下的箱子了吧？获得了小钥匙。哦，雷路亚，怎样啊？喂喂喂，天花板怎么降下来了？得在被压扁之前逃出去啊！我的妈！我刚才卡到了好几下，哎，吓死我了！给我差不多一点啊，在开什么玩笑啊！这传统的家伙脑子有病啊！啊，可恶，这里已经打不开了吗？是说，这里到底是瑞宇的手啊？啊，算了，反正也拿到钥匙了。总之要明白那家伙的话，除了继续前进以外，也没其他办法了吧？好，存档，回去地下吧，存档。好好，没事。下去。可是那边不是有一个大洞啊，能够跳过去吗？哦哦哦，六六六。啊，鞭炮。使用小钥匙。打开了。这盒子打开后就发出声音了。好好听哦，这音乐。虽然这边一堆恶心的废弃物，不过仔细看，全都是像都是像小鬼会游的东西啊。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啊！盒子里放的东西，怎么又是个写了文字的板子啊？比之前的还要小块啊，字母也很短。得到了小块的名牌板，这些字母我好像有看过。走吧。喂，这块板子也和之前的一样吗？这次被放入的是那个东西吗？用法就和之前一样。是哦。怎么了？你很在意上头写的文字吗？若是你想知道的话，让我来念给你听吧。不要，你别念。但是，你不是很在意吗？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不想让别人告诉我。是吗？我已经猜得出来是那个什么东西了，虽然说我其实看过动画，但是就算，说真的啦，这个不用看我也猜得出来是什么了。哎，这小块的名牌板，这块名牌板要用的话，也只有这里能用吧？结果倒腾来，还是不知道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啊。不过也没必要在意吧。反正能开门就好了。好，打开门了，这里也压进去就行了。这名牌板上的文字果然有看过啊。对了，从瑞伊包包掉出的纸上面也有。啊，看不懂啦，到底是写了什么啦？不过这上面有照片，所以这边是瑞宇的。那这些数字又写了什么？我的瑞宇的是13，我的是20，年龄
是指岁数吗？那在这照片和岁数之间的就是名字吧？瑞名字上的第一个字和这个名牌板上的第一个字一样啊，还有第二个字也和这上面的第二个字一样。下一个，这全部都是一样的字嘛？这是怎样？果然全部都有看过嘛？所以，这里是瑞宇的房间吗？是说，为什么这里会有那家伙的房间啊？那也无所谓。比起这个，这次又有什么吗？既然都是在这个家里的话，不管怎么想，那家伙的房间也不会正常到哪里去吧？那光是讲也没用，反正不知道的事也不能怎么样。我也有点在意里面是怎么样的。好的，拜拜。这床又好违和啊！我的妈呀，看得很不舒服。这也就是那家伙的房间吗？地板一片通红，啊，这到底是普通的还是不普通的通房？我完全搞不懂啊！这张床啊，我也知道啊，那书柜也很违和啊！我的妈呀，是书吗？那家伙看得懂这全部吗？真的假的？这边的窗户也映照出月亮了，不管怎么看都很像真的啊！这个电源打得开吗？先不打开。蛇都没有啊？怎么好像在很多地方都有放话，但为什么蛇都全都是假的？好，都是假的。那打开这个电视来看看。圈圈圈州的圈圈圈州圈圈圈的民宅里发现了加德纳夫妻的遗体，遗体有着被刀刃切割的伤痕以及手枪的弹痕，因此判断为杀人案件，且遗体已放置超过后死亡后一个星期以上，损伤惨重，呈现被针线不自然的缝合过的状态。而身在一旁的加德纳夫妻之女瑞吉尔·加德纳虽已平安的加以保管，由于言语相当混乱，目前正在询问整个事件的详细情形。瑞吉尔，今天我想试着和你聊更深入一点的话题，可以吗？没事的，没什么好怕的哦。那么说的也是呢，一直都只是我问你也不太好，让我先提我的事好吗？啊，你愿意看我了呢？果然，你有这一双美丽的眼睛呢。那个啊，其实我有一只眼睛是一眼哦，因为我天生就缺少了一只眼睛呢。在我小时候，我妈妈就是因为这样而忧郁的不得了，很忧郁。她有着一双非常阴暗的眼睛哦，既阴暗又沉着的那双眼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她的眼中就连身为小孩的我都印不出来了。但是我深爱着那样的妈妈，那双眼眸
令我怜爱不已。那瑞吉尔，你憎恨你的双亲吗？不。那么，为什么你要切开他们，又把他们缝起来呢？因为我好想要家人。是吗？变得想要的契机是什么呢？契机是什么呢？对了，好像是我在家附近的巷子里发现了一只小狗，小小只的，很可爱，但是非常虚弱。我那时无论如何都想要那只小狗呢，但是如果擅自带回家的话会被骂的，所以当时我想先回家和爸爸妈妈谈这件事情。居然是我操控哦！然后还在等他自己跑。为什么你老是要像这样，老是要反抗我啊？你说，一个酒精中毒患者说的话，谁要听啊？老子我可是工作后才回家的，回到这个根本不想回来的这个家。你装一副了不起的了不起的样子，在说什么？像你这样的酒精中毒的警官，根本没有人需要你。啊，吵死了！比起酒，你说的话才更有毒啊！好痛！住手！快住手！娶到你这种有精神病的老婆，我才很不幸啊！那都是一定是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幸啊！我说啊，为什么你就是那么不幸啊？啊，这都是你害我的，都是你的错，都是你的错。今天在厨房呢，能不能听我说呢？得去说小狗的事才行。哦，你这么晚回来，到底是去哪里晃了？还是跟平常一样不说话？你的头脑到底有没有在转啊？那个，连你也对我有意见吗？你给我等一下！你把钱带出去是想去哪里？喝酒，还是去找女人？你又要让我变不幸了，对吧？不准笑，让我耳朵痛啊！我是要去买我的幸福啊。是哦，那你可不可以也帮我买幸福回来啊？你也会不幸问我买什么幸福之类的带回来啊？你不光是不幸，还想连钱都吞光吗？明明你这个精神病患连家计支出都做不好。你就是这样，不管什么事都说是我的错，都硬是把责任推给我。肮脏的男人，你用那双肮脏的手弄脏了我的人生，不管是脑子、身体还是那根，全被都被酒弄坏了。这个人的模组，他那个爸爸还有点啤酒肚哎。爸爸，那个啊。这个家根本除了不幸以外什么都没有，我是需要酒的啊。你不要只会一个人逃走，都是你把这个家
把我给弄得乱七八糟的、啊，才不是我不好，全部都是你的错。好痛，好痛！你这个无能，吵死了！你这疯女人，都因为和你结婚，害我已经什么都毁了。根本就不想打人了，但是是你害我打的。不只有脑子不正常的老婆，还有一个不知道在想什么的让人恶心的女儿，我的人生都因为你们而偏离正轨，跌落谷底了。娜娜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我要杀了你。得去说给他听才行。哎，我是可以记录的，然后这个什么东西不能碰。我来射杀。我要是发生什么事的话，就用这个反击，就用这个把那家伙射杀掉，给我洗好脖子等着，我的杀手锏就藏在这里了。如果真的到那时候的话，那家伙尽管后悔，哭着求饶就好了，就对我低下头说你才是正确的就好了，才不是我的错，是他不好，都是他逼我的。瑞，你在做什么？妈妈，那个啊，我想请你听我说一件事。说啊，我现在可没有应付你的空间哦，我还得去收拾变得乱七八糟的厨房才行，根本没有能够冷静听你说话的心情哦。你听一下嘛，如果我擅自做事的话，你会生气吧？这不得了了，为什么连你都不听话呢？我都是因为有你在，才会害我一脚滑进这个地狱的哦。你的存在就让我憎恨哦。看着你，简直就像看到在和那家伙交换，实在让我恶心到不行哦。你回去二楼你自己的房间。那么如果我听你的话，你愿意听我说吗？还不快点回去，不要再继续让我当个既不幸又糟糕的母亲了。不管是谁都完全不听别人在说什么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妈妈把什么东西藏在那里了呢？能让人听话的杀手锏。手枪，这种东西原来是把这个放在这里。杀手锏，结果到最后不管是谁都根本不愿意听我说话。之后过了一阵子，我又去看那时候的小狗了，然后小狗已经变得太虚弱，好像马上就会死掉了的样子。当我试着伸手触碰那只小狗的时候，小狗咬了我。在那之后到我回家前发生过的事我记不太清楚了。回过神来时，我就在自己的房间里把那只小狗给修好了，但是马上就被拆穿了。那一天，爸爸和妈妈他们非常的非常。
好乖，好乖哦，你真的好可爱呢，一直待在我身边就好了，没事的，不可怕啊。都是你害的，都因为你疯了，那家伙才会这么异常。才不是呢，那孩子之所以意外异常，是你的错才对吧？啊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我说，你想做什么？今天很严重啊，是在厨房，我稍微去看看好了。好的，虽然我觉得停在这里很不优了，不过我们已经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那喜欢我的直播的话，记得上面可以加红色追随。如果想要看我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到 YouTube 去订阅我的频道，叫镜子 Q， 跟这名字是一样的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